若瑄啊，李慧美。哦，我是昨天看到的。上次节目。上我们节目，徐若瑄不让。哦，那很早了，那我念旧了。其实婚姻啊，咱常讲啊，下一个不见会更好。有了孩子啊，千万不要轻言离婚。看不上张立东了、啊，那是八个节目，张立东才几个？没有八个。他有追你吧，对不对？他有还是有追你的。你是不是坐那边呢、啊？你刚才原本是坐那边、啊。好了，不要聊，那不要聊。而且还要介绍人家给我。我介绍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个王麒麟嘛。啊，没有啊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他还在跟我讲他喜欢你。旁白哥抱抱，奶哥开是徐若瑄，有小孩别离婚啊！兰兰正式发给张立东好人卡。巨蛋在室内，所以我们加油的声音会非常的大声，里面人气也很凉。那疏散很快吗？那边人？哦，很快耶，1.7万人呢。你说我家还是？是冲冲冲一伙人聚在一起不会太震惊的、啊、今天拉赛题目先从懒懒日前去亚锦赛见识了大巨蛋开始，奶哥没去过听了不是滋味呢。我们下次带你一起去啦，我领老人卡的是他有如你专用型。对啊，所以啊我会帮你订。懒懒最近又出现在前绯闻男友张立东的 YT 影片中，难道是死灰复燃吗？到现在还会有人关心这件事情？有啊，我们呢、啊、新闻很淡啊。哎，不算是荧幕 CP 吧，我私底下是真的很好的朋友，然后我有去上他的 YT 去就是跟他讲一下，我们就是就当朋友这样子。哦，看不上张立东了、啊、那是八个节目，张立东才几个？没有八个了。而且还要介绍人家给我。我介绍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个王麒麟嘛。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他还在跟我讲他喜欢你。他有追你吧，对不对？还是有追你的。你是不是坐那边呢、啊？你刚才原本是坐那边。好了，不要聊，那不要聊。能问啊，你能问啊。哎，那就乱问喽。综艺界祈祷怎么看徐若瑄婚变仪式呢？想不到会离的哈，想不到，小意外吧？你确实没有很意外。我乱意外的。太意外了。对啊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对。太震撼。其实婚姻啊，咱常讲啊，下一个不见会更好。有了孩子啊，千万不要轻言离婚。好，如果真的很不和，天天大吵小吵，那就离了就算了。那如果有小孩子，怎么样都要忍下来，对不对？是，我只是叫你附和我。很有道理。对。哎，你现在都没话讲了。没我的事啊！不要铁齿啊！记者就追着去问张文琪，怎么新男友才交往一个月就分手了？为什么这么短？对，为什么这样？对方很好，是我哪里有？对方不短。嗯。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的意思说他的升不是。我就因为我事业心太重，所以是你。我不想要耽误大，不想耽误对方了。三立娱乐新闻，没事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哭。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姜文雄，是欧巴桑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武成。我是张敬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吴彦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志清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周韵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，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。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！